这首歌是其实写给粉丝的，我忘了怎么唱了。哒哒哒哒，我还有我的小宇宙。听前奏猜歌有 ？OK。你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太夸张了吧，一开始就没有。要先谦虚，可是其实真的不知道。准备了第一首，开始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是叫海湾嘛，因为那首歌我记得是我第一个 cover 要自弹自唱吉他，对，所以特别有印象。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，我不在他身旁，你不能欺负他。结束，结果是自己想唱这样，真的，那本来是。只想唱前面三天啊，结束。第二首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是我知道那首，可以了。小宇宙。可是那首歌其实是我自己的歌，这首歌是其实写给粉丝的，因为我叫蔡恩宇嘛，所以粉丝都会叫小宇宙。那时候就想要回馈给大家，就出来了这一首。我忘了怎么唱了。我还有我的小宇宙，哒哒哒哒哒，这基本上副歌都是，基本上副歌都是在间奏的地方。我还有我的小宇宙。哦，可以，你不懂。哇塞，三秒哎。因为这首歌很难唱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喽。好。来，前面可能会有一些。哦，不要让我太喜欢你。这前奏都还没。我听到那个，对，电脑的声音。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。疫情是几岁？2019。是2019啊？没有，我们马来西亚的风国是2020三月的时候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是在家，然后看到很多人就是上网啊，要谈恋爱呀，可是又看不到啊。觉得可以写一首歌，就是唱的时候还蛮顺口的，差不多15分钟做完的这首歌。15分钟做完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最后一首歌哦。还在玩哦。讲太久，一讲电话太空了。勇气广播圈。这首歌也是今年录制、今年拍、今年发。那10月22号呢，参与勇气光圈触电100%的演唱会在 ZEP，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购买票，因为基本上呢二楼票已经没了哈，只剩下摇滚区，所以欢迎光临，下次再来。所以如果你们要我下次再来的话，你们就一定要买完了。那这样我下次才会来吗？要不然我下次不来。我跟你讲。